条微博现在误判原因应该是误被设计触犯，我不可以用我的手机我们拍的时候，所以我现在拍这个，因为他们给我老干妈，我不知道关于老干妈，但是中国人说这是非常好的 chili sauce， 所以现在每天我用老干妈在西凉话，我用很多很多老干妈，不是广告，老干妈跟我没有关系，但是我认为很多中国人喜欢吃的，我心前看齐将长且着心相连的三十二岁的壮个当头，后花郎的七只王的毛红灯的灰儿岁的壮个当头。